好，我知道吴亦凡为了比赛有成功的减肥10公斤，那这样子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。可是现在想要跟亦凡说，你要加油，你不要去想减肥这件事情，因为重点是你的声音。我觉得如果你再努力的话，你一定会有成功，你一定会有好的成绩。那加油哦！我今天要帮一个人加油，因为他的歌声呢深深打动了我，我觉得他唱每一首歌诠释的都很棒，即使呢过关斩将到现在他还是没有松懈，我相信呢大家知道他是谁，他就是吉瓦斯杜兰，吴亦凡，吴亦凡小姐加油，我是小鬼，我挺你。虚空都醒了，我不想再闷了，头发湿了感觉来了，贪图快乐要什么资格，陷下去就对了，抱在怀里都是真的，爱上了什么都是对的，这是决定性的一刻，就别再刹车，不要再唱歌，爱情是最迷人的爱情娱乐，想法都对了，心要来快乐，海角还别怕伸出双手，去爱到水深火热，别让爱情再冷了，都是一种自由。献花，大头目献花，大头目老婆献花。哎，爸爸也是哈，每一个礼拜都来陪我们，对不对？而且妈妈哈，每个礼拜都要拿小米酒来给我喝，非常谢谢。非常感谢。那么，火网跟那个我们的席客是特地送的。非常喜欢吴亦凡的歌声，是哈，不要好多人呢、啊，他现在是票选第一名哎，不要说你们拿那个表哥有没有？哎呀，你看边那个哇，阿彪，也谢谢彪嫂加油，阿彪团已经都叛变了，你看，给表嫂团加油，谢谢谢谢，是是是，好的，好，马上我们来看看现场啊，我们亦凡70个陪审团，给他的灯有几个灯？65个灯。说实在的啦，亦凡，你会不会真的很压力很大？爸爸这样每个礼拜都来，我看你们看他的压力都大，你觉得我压力不大吗？啊，是哈，一定大的。那你不会叫他们不要来啊？就讲不要来，还是要来，我也没办法。而且不止我一个，我们部落一部游览车都来了。什么？整个部落都来了，对，那一定要好好的欢呼一下，那你来带队。吴亦凡的冠军，吴亦凡，老哥，冠军，谢谢。冠军就是老哥，老哥就是厉害，好厉害的吴亦凡，我们来看看今天他的总分是。
60、80、88、89、90分。谢谢。老哥，太厉害了，陈子鸿老师。吴亦凡，我记得我从一开始我很喜欢刁你哈，就说你唱歌唱得很好，可是都少了一点感染力。可是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听你唱歌了。谢谢老师。对，你今天从一上台我就很嗨了，连那个最需要担心的管兴在旁边都跟着一起唱了。我觉得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谢谢老师。天健老师，本来只想把歌唱好，对不对？没想到跳舞可以跳得这么好。你刚刚有没有看他？哇，太棒了！看到他那个屁股好会扭哦，好厉害哦。以前我们是这扭起来很喘，觉得是就是谁敢看他的屁股，因为像大桌子。现在屁股又小又翘，好可爱呀 ，Good girl。谢谢，是，而且都还特别戴上墨镜。对啊。特别喜欢看到这一段，怕被那个烟火砰喷到。是是是，好的。婉清还在紧张吗？现在还好哎，我刚刚就。谢谢谢谢，哎呦，好，婉清的朋友亲友团，那你可以报时吗？现在的时间是？时间是21:00。21:00。9点了。九点了。几点了？还在有时间在那边开玩笑？最后一棒是我们的黑马祝凡刚，来，祝凡刚同学，在彩排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大家听他唱歌，全部腿软了，唱得真好，没有，而且真有冠军相，谢谢。我要是管庆，我真希望你吐槽，不要这样子。心里有没有想说，希望祝凡刚忘词？有，刚刚大概闪过两次这个念头，希望他流鼻血啊！没关系，对呀、啊，你疼不疼女生就看你最后这个阶段。哇塞！我为节目也流过鼻血，也忘过歌词了，不会有这一次了。对，这次都不会发生。就是管庆也不放过了，对，不管了。比赛嘛。看到没有，老师，报告老师。祝凡刚同学根本没有变，吊儿郎当。但是这礼拜他瘦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有，他感觉又瘦一圈了。真的哈、哦，到底祝凡刚是怎么瘦下来的？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肺活量？还有新闻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